怎么了，臭丫头？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忙慌把你爹叫过来？说说说，有什么事儿爹替你顶着。老师要见家长。你让我假扮家长啊？也不是假扮，你是我爹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老师还要见家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那个我的学习退步了。哼，你怕你妈骂你，不叫我来。你觉得爹不会骂你是吧？爹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。是，爹是疼你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学习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迎头赶上不就行了吗？关键是你妈那个脾气，你爹都不敢惹。他要知道了，我的下场比你惨。爹，你就帮帮我嘛，我保证，我学习一定会提上去的。爸妈不会知道这事儿的。哎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跟你说，你保证啊，学习要提上去啊。嗯，答应。走吧。哎，等等。嗯。你们那个班主任见过你爸妈？我怎么假扮家长啊？我们班主任已经换了，不是以前的那个班主任了。我你爹，我那么年轻，我怎么像有你那么大一个女孩的呀？要不我回去熬几夜，我把自己弄得沧桑一点，我再来。你已经够老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臭丫头，你爹我好好装修一下，背上我那心爱的小书包，看起来就跟你是同龄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走。陆老师你好。陆老师不在。陆老师，这是我爸。你好，我叫陆涵，是果果的班主任。叫您来是想跟您沟通一下果果最近的学习情况。果果一直是我们班成绩比较好的学生，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成绩下滑得很厉害。这个问题我也和果果沟通过，他说是您的太太给他报了很多课外班，像书法呀、游泳、芭蕾等等。作为老师，我是不反对学生在课余时间培养兴趣爱好的，不过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学好学校课程的基础之上，你说呢？没错，您说的对，那都是我嫂子，她妈妈，我老婆。对，我回去跟她说一下，真的，尽量别让孩子学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也不能说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不过像果果这样子一下子学七八样，很有可能哪一样都没学好，还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，影响了正常的学业，这样就得不偿失了。完全正确。你真的是徐果果的父亲？当然了。那我想知道你叫什么？我本人吗？对啊，您是徐果果的父亲。对，我叫许鹏，我老婆叫林爽。果果今年多大了？什么时候生日？果果今年11岁，1999年3月21号生的 ，A 型血，生的时候6斤6两。哎，你别说这孩子，从小就让人省心，真的，吃饱了又睡，睡饱了又吃，从来不让我们做父母的操心，所以我跟他妈都长得比较年轻，你说不操心多好。最近学生都太调皮了，总是找人来冒充家长，有的甚至还花钱雇人，所以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
怎么了？丫头，嗯，你们这个陆老师做你们班主任多久了？上学期做的。时间也不短了。嗯。你知不知道你们陆老师他？他什么？他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的？爹，你喜欢我们陆老师啊？瞎说，我怎么就喜欢他了呢？你别装了，你一看到我们陆老师就发呆，还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，不是喜欢是什么？哎，谁告诉你这就叫喜欢呀？电视里都这么演。哎，你这没营养的电视剧，这我那是我得你装，你装。回去，那你回去吧。我妈不在家。你爸呢？我爸常年不在家。那先跟我回去，到时候给你妈打电话让她来接你吧。好啊。嗯。哎呀，人那么宝贝，让我再睡。爹，再不起来，我上学要迟到了。爹给你开家票了。再不起来，我就用绝招了。大家起来吧啊！快一点啊，听见没？爹，都怪你害我数学要迟到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光顾着怪我了啊！我开快点就是了。怎么样？挺好。你也不错，果果，最近你爸妈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吧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又吵架了。又吵架了？嗯，这回吵得可厉害了，都吵了一个星期了，说是要离婚。啊？离婚？为什么呀？好像是我爸有小三了。别瞎说啊，你爸不是那种人。爹，要是我爸妈真的离婚了，我能不能跟你呀？哎呀，你别瞎想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果果，别瞎想了啊。陆汉老师，这位是啊，那是我姑姑，我姑姑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果果听话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果果爸爸，果果，嗯，怎么你爸爸和你姑姑一起来送你上学呢？因为我爸爸和我姑姑住在一起，啊不是，是我姑姑和啊不，是我姑姑昨天来看我，没走。哎，我记得你妈妈好像开的不是这个车啊，怎么你爸爸开这么小的车呢？因为我爸说节能环保，我妈说不节能环保。你爸爸今年多大了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啊？36，他说心态好就年轻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哎，小陆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有事吗？您以前是徐果果的班主任吧？我想问一下您，您认识徐果果的爸爸吗？老师好，刘老师好。哎，你好，陆老师。怎么，不认识吗？这是果果以前的班主任刘老师。刘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果果爸爸。哦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，果果3年级的时候那个作文竞赛一等奖，
学校颁奖的时候，我来过，咱们见过。那真是对不起，这学生家长太多了，是一时我真的是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。每天面对的学生太多了，没印象很正常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老师再见，刘老师再见。看电影啊？你刚来啊？哦，我来了一会儿了。咱们一起，走。我帮你拿着这个筐。啊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果果的爸爸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你是对学生负责吗？能有你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吗？那是我们家果果的福气。别这么说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